天跟我在一起的是红影星 Apple。一次耶，自己给自己掌声。所以这个很安静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是 Girls Talk， 要说秘密悄悄话，是不是？ Apple， 你知道什么是 ASMR 吗？什么啥东西啊？ ASMR？ 对， ASMR 就是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。哇，呀，手轻。OK， 所以我们讲话要这样吗？对，聪明聪明。I think in my whole life, I hardly have this kind of volume. Me too. 不过你看，我是要试一下，要很小声的说话，我们可以制造很多声音。很久没有吃薯片了，好健康哦！你好健康哦！我超喜欢吃薯片，常常啊，有时候我就会控制，我拿一个小碗，我就倒一点在里面，那我边看电视的，我就吃完那个碗就。哦，要控制一下。我老公每次说我说话很大声。其实我前两天跟我老公说话都是要 Hi baby, what do you want for dinner? 所以他看到这个节目，他会超爱我。其实我们怎么认识的？ Actually 我们没有合作过。对，因为我加入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已经去外国发展了，好像。对对对，我是去了大陆跟台湾。台湾。后来好像是因为艾琳她跟你在 KL 拍戏，然后也过来找我们。对，就认识认识。我是要做那个喉咙吞下去的声音，可是我做不到，反而就是做到这个怪怪的声音。try try。还没有做就想笑。等一下做喷泉 ，OK， 不要喷，不要喷泉，我喷这边。啊，功夫很好，掌声鼓励鼓励很好。你要用那个喉咙的 muscle 给他顶一下，给他慢慢。原来你对吞水有研究啊！好，我们一起一口一口喝。有没有 A 默契？有没有配合？我想到一次，不算是尴尬，但有点其实 quite happy， but also quite scary。 OK， 我去 Dubai。 OK never been to Dubai， and also I heard a lot like they have this culture， 好像我们女生去穿不可以 sexy， 不可以这样，right？ 一到那个 airport 的时候就给那个 passport 给那个 Dubai 的 officer 看，但他们的脸很 serious 的， it's like那个胡子有很多 ，OK， 对对，他就那丢，然后这样拿回我爸说来，他又拿回 ，at that moment 我的哇 shit 什么事情，他就打开看我的 passport 就看 ，you are here 1977，然后这样 yes， 不像 ，yeah， 你是不是有到大陆去发展过 ？Because I see you go China, man. Follow you lah. I see follow me. 在一个人生三十来岁，有一个好像，哎呀，如果你现在不去中国 ，you miss you will never go already。所以在那个最后我就决定去。But also, it's not easy to as a foreigner, they have this quota per show per drama, like 可能只能五个人是外籍人 ，as in if you are Taiwanese, Hong Kong, Korea, you also consider a foreigner. So, like, 像我们虽然很多年在 MediaCorp, but then 人家不认识我们嘛。Okay, like, grateful 有一些 job, but 就是蛮辛苦啦，因为 and also, actually, I don't enjoy casting. Oh, 你要一直去 casting, yeah, because 我们 MediaCorp 是let's say 有百多个演员， but 那边一个角色只有几千个演员。Every 角色都好像要一个才华三十来选人这样子。当时去的时候有经纪人吗？还是经纪公司？我没有签经纪公司。自己啊 ？Yes。哇，你好勇敢哦！要每个人都讲我很勇敢，非常勇敢。我还算比较幸运一点，因为之前公司安排的我就比较没这么辛苦。
pink candy. Okay, inside. Oh wow, I still remember 那个在里面的。哇 ，all the powder, all the sugar.有下雨的声音，好像水滴。他玩得很乐，他很开心。我现在了解为什么是小孩子会喜欢吃，可是这一次很不一样。小时候我们都不会按照，现在因为、这个、现在我们要仔细的去 appreciate 那个声音。原来吃糖的声音是这么的 Q。我是要制造声音的效果。是他呼吸的声音，放弃，放弃了。